什么也有是在等机会。女人呢是很容易捉摸的。他在哭啊，你听不到没？这边只有你在吵啊。看不到哈。我一直在好名字，我就不缠着你了。你干嘛对女人那么刻薄？我问你摔下你拿东西。哎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把双手盖住嘴巴，小小声的把心事说给自己听，心里就会好受一些。算了，因为这个领导